茶。你真的脸，董哥超好笑。抹茶吗？抹茶。哦，抹茶。对。你最近是有受到什么打击，还是家里有什么事情是？无所谓。这不是抹茶，抹茶，它是抹茶，它是京都抹茶。太好笑了，这不是，这不是抹茶，抹茶，哎呀，哭了，真是。你也不要再吃了，这很疼。东哥，这个脸真的好笑，特别辣，特别辣，特别辣。你这样解决不了问题，你真的我身为虚长，你几岁啊？也是你的前辈了啊！你真的听我的，就是要不然我们把汤匙放到喉咙，看谁先催吐成功。这个比赛我不能参加啊！怎么办？那你告诉我，人生有什么事情值得感动跟开心？人生什么事情感动开心？很感动，你觉得？我就回去，这个看看很久没看到的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要去，我们就他们俩好好谈谈心嘛，真的。还是我们先收工到下一个。对，我们还是先走了吧。我们自己结束好了。正常。那你这样说插到手的话，你会难过吗？会。哎呦。你看看你插不插得到？你怎么插得这么顺的？我怎么插到手嘞？你看，说你很寂寞啊，我在家都在玩这个游戏耶。真的，可是我是忙得要死，你怎么插有闲到吃饭，闲到有功夫可以玩这个？啊！救命啊！夏天你放弃了。咸蛋超人，咸蛋超人，这样比较有意思。救命啊！这样你有没有开心一点？这样你有没有开心一点？这样啊。董哥，你太厉害！那么多人，你们在哪里啊？太厉害，在隔壁。来，董哥，你太厉害了！怎么？你完全不为所动，你完全照自己的意思讲出来。不是啊，因为我老死啊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然后，其实我们今天是有一个任务节目啊，就是说他的任务是让你感动到哭，或者是悲伤到哭之类的。哦，是这样子。那对你来讲，最容易让你感动或者悲伤到流泪的是什么样的事情？如果有一天。我的儿子将要离开我，嗯，当他跟我一直挥手，我一定是搂着他妈妈，妈妈一定是先回，我不会掉眼泪。那可是当我转身，一转身的时候，罩不住，我可能会哭得比他妈还伤心。现在知道董哥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用心的爸爸，真的好爸爸。但是今天呢，挑战者两个都失败。马上进我们的终极惩罚去看。不是董事长哭不出来，而是小甜甜没真正切入感性议题，不然像他这么感性，早就哭得稀里哗啦了。好，终极惩罚是什么呢？请看。恶魔显示。来，这一群。剪刀石头布。你输了。你要先还是后？我后。后的。好，那你先。手机拿来，有带吗？手机。我们要传短讯给人家。你要传给谁？我选啊。对啊。等一下，可以的。你不可以传短信啊。拿过来。秘密。非常好。我们要用哪一个 APP 啊 ？APP 啊？看最近跟谁？不要啦。要。有啦。APP 啊。不要啦。APP 啊。用 APP 传比较快啊。好，这样了。既然 Kid 在，我们传。传给医生。我们传医生。你说。误会。40岁以后，恶魔简讯就是要帮艺人将爱意表达出来。首先由康哥代替小甜甜转发心声给医生。如果我们40岁，男未娶，女未嫁就要在一起，我等不及了啦！可以明天吗？还是今天下午？我等你回复哦，快点快点快！我真的是爱你的。好，哭了，来。哇塞，路，真的很有诚意啊！啊，那么长，加一句，要什么？我真的爱你。不要了，不要闹，拜托，太宏伟，我真的爱你，真爱无敌啊，好不好？你刚才好哇，爱你，像这样女生会做的。
一杯。传送。传送。送掉了，好刺激啊！好期待哦。好 ，key 这个更劲爆。密码是？我死都不会跟你讲密码。好的。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先解码。他很精彩，他超精彩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怎么第一个是？哎，给下。你不能不是啦，那不能跟他不行啊！等一下，你说你真的跟他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好朋友啦。好，许维恩。哎，你们不是刚才传给他？你不是说吵架吗？我跟你讲，不是说吵架最近帮你和解。我只传五个字，确定哦？对。我只在乎你。你先等一下，你先不要传哦。没有管你的。Oh my god！ 我好想你。哎，六个字。我还想说，我现在我很想要。多一个字，对，差一点。我已经再传三个。不行啊，六秒啊！我爱你。哎，这是他现在在线上。不行啊！他在线上。哎呦，多两个够了。你说。有事吗？而且还流汗，真的是朋友啦。说有房事，不行的，康哥你不要弄了啦。哎，医生一直打来，你们害死我了，他那些我有问题啦。好，有些受不了，好来。收到，起来。不行，先停，先拦定我了。学恩，学恩毁了。等一下，你要不要讲？你是想小甜甜吗？哎，你们挑起来。我回不 ，It's you。好，这个。重点是刚刚好，我保好，保护好。刚刚医生有上线，上线以后立刻下线，完全没有回任何一个字。然后就打来了，然后就打来了。我不应该贴防偷看的，因为我自己现在看不到。对，真的。他连康哥很近才看得到。其实董哥的胯下还蛮舒服。你看他怎么做好？压着。什么？在一起。你在哪？打给我。许维恩回了。我在帮你约他，你们真的是朋友？对，朋友啊，朋友啊。而且我觉得你一定私底下跟维恩讲说你喜欢甜甜。没有，没有。那我干嘛上帮你约他？那我跟他讲话。不用不用，你在我家。哎，你不要再打康哥。晚上吃什么？这可以吃吗？吃吗？吃吗？哦。好。上线了，地震太开心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不要再打了啦！你担心？不要怕嘛，人家你朋友是好怕的。对啊，朋友都要担心。不要闹朋友嘛。拿我手机随时乱传，我也不行。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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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没带。传来了。哎呦！这怎么来？这不行啊！回去，哎，黑衣人抓一下。不行。刚刚，刚刚，你说你会照顾我，你说你会照顾我。哎，人家回也没怎样，输了。我跟家人吃饭，提前过生日。对你好冷漠啊！对你没礼貌。对，生日要到，生日要到。这完全是朋友的对话。嗯。要去啊！不要脸了。对呀，家人吃饭。我觉得他可能本来没有那么讨厌你，今天之后会更讨厌你。有可能。你们这一集到底要录多久？本来是朋友，现在应该。回去连朋友都受不了，有可能的。还没有上，打给他。康哥好忙，康哥你要讲这一种。他已经骑摩托车。喂。喂。你干嘛？你有病啊？你有看到？你有看到吗？我看到啊。不好。今天进来。好不好啦？不好。喂喂，你干嘛把我挂掉？没有，你挂的，我没中啊。哦，好不好？
说好不好？在一起。在。就在一起。这不是十年之后的事情。今天下午。今天下午。白痴啊！今天下午才准备好，我才刚睡起来。那明天？那我刚睡起来就变成人生大事，要变成你。那明明天？明天我要录音，我不行。后天。后天。后天，要去泰国吗？跟我一起去。帮你出钱。你跟我一起去，我帮你出钱。什么好？这样子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不行的，泰国结婚都会。啊。所以你真的要去结婚了？医生，你要跟真的要跟他结婚哦？应该是。好。如果你娶小甜甜，我一定包一个超级。六位数啦，这么小气。你六位数有99万哎喂，好不好？那如果我们要办海岛婚礼的话？我认真考虑。放心，你在一个月之内做成功这件事情，我就帮你出钱。哇塞！计划一下骗婚哦。那我真的会想要反思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等你的消息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好。我妈妈回了一个超狠的话。究竟有心还是无心话？让记者收起笑容，坐如针毡呢？爆笑节目马上回来。你不是家人，是爱人。干嘛？哎，好啦，不要再打了啦。最后一句，我只回三个字，好不好？那是什么？女婿？神经病！他上线，他上线了。输入。输入刚刚，输入刚刚。大家其实回答你的事情还蛮快的啊。好紧张。是狗。对啊，我是他的狗，因为我是哎呦，不是因为我就是可以帮他买东西什么什么，就是那为什么你不帮我们买东西呢？对啊，什么对啊，你有帮我买过？我如果叫我帮你买，我会帮你买啊，真的。你在全年上班？好了啦，可以了啦。我等他最后一个这个回应完就好。你又说什么？那我是他不是说狗？没有，骗你的，他是笨蛋。哦，他很认真的在输入，真的，他要想一想到底是什么。哇塞，哎呦，哎，好长啊！好，好啦，我生日当天会找朋友聚餐，再约你出来哦。好，被打枪了，这真是好人卡卡。你卖哦，他就是买当陪，至少有机会可以出来。对啊，下一次会测验你的进度。